哎，我们来了。哎，万达，老罗，民众啊，你看，赚钱的家伙都给你预备好了，这给我准备的。好好干啊！等着啊！哎，杨先生啊，南宫最无敌爱拖，最让人爱泼了。是是是的，过了节了，兵多多爱吞拿了，千辛万苦挣了钱不多啊！这这这这，天将掉队，浪费不行给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哎，这我命运全让你了。哎。 林总啊，今天要批我的烧饼去卖啊！对哟，对了，林总啊，我看你今天头一天开张，先不要拿太多，先拿50个烧饼去卖卖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听你的。哎，老罗啊，你那个烧饼批给民众卖，一个能赚多少钱呢？哎，5毛钱呢？阿亮，我改哦。哎，总哥。 那个十遍卖卖，唔才赚你10-20块呢，啊，放钱只盖都无够。这是你的做的，你做歹命啊，是不是啦？哎哎哎哎，你可别看不起我这烧饼生意呢，我的烧饼在外头可受欢迎的呢。要是明中把生意做开了，我保证一天2-300个，那不成问题呀！啊，听到没啊？对了，啊，行李哦，给减子给减谈哦，看一定要点出来吃一顿。啊，你说谁吃闲饭呢？啊？哎，明中，哎哎，好了好了，明中，哎，烧饼都预备好了。 准备送饭吧啊！好了啊，谢谢。哎，那老罗，那烧饼钱我回来再给你行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那我走了，做生意去吧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再见。太客气了，哎，再见再见。 希望明中啊，这回真的是好好的干，可别又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了。我看哦，这领头品一杯领令啦。哎，经典啦，嗯，耐心性的，你无听人家讲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两字回头金不换，我这句话好像对咱家讲的差不多。 这是您查某囝还我的钱，给出来的，你甲收起来。你女儿还我的钱，都出来的，都出来。谢谢。江太太，既然你有诚意要还我钱，那你过去的代志，我就不爱搁再追究啊。咱甲当作无发生过，没有发生过。以后。 咱会使阁做好厝边哦，好邻居啦。哎，同志，这有只，车载要出去哦。对啊，甲苏生吼，讲今仔日吼，阁有一趟出山啦，对啦，有咩搭人线啊？是啊，哎，袂歹趁嘞，一只鸡趁起来，要来无？哎，甲苏生啊，阮船好势啦，你好未啦？好啦，来啊，来啊。 三大，三大，三大，哎，不是，阿浪手够高，我三姐，我较好啦。阿你好，好，表姐，做你呐，做你呐，哎，哎，老孔，一起去啦，去那边吼，边那扣里转吼，靠转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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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大哥，你等我把东西收一收就来啊。阿你我冇要去，要去就到店行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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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哪会来这？你今天不是要去台北桥卡做临时工，啊，我想要带你去啊。不过今日无要去台北桥卡呢，我要带高师生练出去啦。啊，高师生，你是要去倒啊？啊，就今日就有人出山啦，啊，高师生头去应乐队啦，我免去斗人数啊。安尼我也要去。你也要去？我以前在学校嘛是参加乐队的呢。哦，安尼哦，哎，高师生啊，啊，早间会使去。查某嘛会使啊，安尼哦，你讲个，我讲，有叫恁先来去吼，一定足闹热啦。啊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对对对，咱做伙行，做伙行行行行行。叔叔，去那帮我过来啊。好，你过来，给你看了啊。哎，这里这里哦，哎，好。
小林小姐，你看你水嘿。真好。来。一如，一如啊，一如，妈，少佐上课去了。对啊，我刚碰那个林有志啊，他说，你还给他的钱又多出来，他把多的还给我了。喏，你留着用吧。叶如啊，我听少主说，你把学费都缴清了，你怎么突然有那么多钱啊？我跟阿高借的。阿高？嗯。我想，反正我们已经欠他10万，他也愿意让我们分期付款还，所以。我连表哥的学费也一起跟他借了。那个阿高，他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？他是不是有要求什么？或者你答应他什么？我能答应他什么？你是不是希望我答应他什么？如果我真的答应他什么，也是你们害的。对不起啊，他没有要求我什么，我也没有答应他什么。你要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先回去，我换一件衣服就回去了。一如。看你很累的样子，昨天上大夜班上了几点啊？1点多左右。我怕回去会把你们吵醒，所以没关系，以后回来晚了我会给你等门的。正好我可以多做一点手工，你到这边来睡，别人会闲言闲语，这样不太好的。你爸爸这一次好像真的悔改了，我们昨天做的塑胶花也是他带回来给我做的，他说他以后不再躲了，他要努力的赚钱好还给阿高的那些钱。不用高兴得这么早，爸那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，说不定哪天他又固态复萌。不会不会，这次教训已经让他吓破胆了，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不敢了。光说不练有什么用？如果他真心要悔改，你需要真的去他办工作啊。有啊有啊，他跟老罗都说好了，从今天开始他批老罗的烧饼出去卖。像昨天晚上他跟我做手工都做到3更半夜，今天一大早就出去卖烧饼了。我想他这一次是一定想要重新做人的样子了。最好是这样，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若他是在惹事我也帮不了他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对啊对啊。
好吃的烧饼，一个2块钱。烧饼，哎，来来，姐姐，帮忙来，买一个是吧？哎，好，来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卖烧饼啊，好吃的烧饼，两个，哎呦。谢谢谢谢，卖烧饼，好吃的烧饼哦，快来买啊！我能答应他什么？你是不是希望我答应他什么？如果我真的答应他什么，也是你们害的。辛苦辛苦辛苦，对，谢谢。辛苦辛苦，谢谢。老师生呢？哎，阿姨，那你还比我加多啊？嗯，因是真正老师生呢，拢分真呢。啊，恁根本都分假，恁是斗人数尔。哈？啊，真正会晓分呢，会当领遐侪钱哦。是啊，所以恁老大家吼，想要加趁钱吼，等于家己小学一下，对恁有好无歹啦。啊，要学分嘛，都要有人教。老师生呢？无你教阮教。连讲我若有闲，你来找我，我再甲你教。哦，哎，小秋。会拉胡琴行不行啊？我会拉胡琴哎、欸，会使啊。连江老人要请国乐团吼，我再甲你通知啦。哦，老公，这个要拉胡琴哦，那蛮辛苦哎。没胡琴怎么拉呀、啊？算算也有一二十年了，搞不好啊，怎么拉我都不会了。拉不会，啊，头昏脚苦的，要怎么拉就怎么拉，还不会呀、啊？那你别说风凉话了，好不？哎，梁姐妹，啊，你到明仔，小等干不要去熬夜排班。当然嘛要啊，安怎？无啊，我是讲天还佫早早，所以来去庙口，等看还佫工课通做无啦。庙口无一定等有工课啦，也是搭三轮车较稳赚的啦。阿明仔，行行行行。阿姊，我喊你去。庙口逐顿点心拢最好食的哦，啊，咱先做其他食点心。好啊。老师，有欠人家过来交关啦。好啦。嘿，吃饭啦，洗袄啊。系啊。来来来，我来倒水。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啦。紧啦，反正我即摆已经用啦。多谢啊。阿妈，你拄下个工课真忝嘞，真忝来讲嘞，我通来斗嘴。袂忝啦，我是新妇仔呢。自细汉哦，我着煮饭、洗衫、打水、摒厝内，拢嘛逐项做。啊，若较无闲，贤惠姊也咪搞斗相共啊。那安尼就好。了了，这个苹果汤汤阁袂歹，是啊，阁袂歹。嘿，无用啊。哎，等下。哎，等下。哎、欸，真个啊！阿姐，哎、欸，阿金，阿友子嘞，那无紧做回来啊？阿友子讲庙口吼，搁等看有工课无啦？啊，明仔要熬夜排班，所以先回来。哦、嗯。阿妈，你无闲啦，要回来补眠啦。行进来。哎，都回来了。玉林小姐呢？脚踏车还搁到我这儿呢。哎呀，说要跟友住一起去庙口啦。是啊。哦。哎，万能啊！哎，你们有胶没有？哦，我有啊。啊，你是要两张？你要胡琴啊？这二胡。弦呐、啊？哎，啊，你要会弦呐？会一点，会一点。哇，人咧讲哦，你小尾片板细弦，那你不简单呢。哎，会点皮毛。哦、来来来，提个烟。哎，好。哎，我拿回去，待会儿给你送来啊。别客气，提个烟。谢谢谢啊啊。啊，一定是这，一定是这。你看，才足侪零时间在等工课呢。玉林小姐。吼，不是跟你讲，莫叫我玉林小姐，叫我玉林就好啊。玉林啊。嗯。
你那看起来比我搁较爱趁钱呢。我唔是爱趁，我是爱和你做伙趁。我一个足大汉哦，从来拢毋捌出来外口做过工课，趁过钱。自从顶届台底树湾陪你去做工课了后，我发现甲你做工课是一件足趣味、足快乐的代志呢。玉玲啊，我知影你对我足好个，嘛足照顾我甲树湾啊，而且你搁借钱甲我解决困难，我足感谢你个。所以讲，我有一件代志要坦白对你讲，其实我吼，我你唔要讲啦，你要讲个，我心肝拢知影。咱有缘才会做朋友啊！你是出外人，我是在地人，我照顾你嘛是应该啊。若是吼，你要讲这种生分话，我是会艰苦呢。哎呦，阿姊啊，不然先去庙里拜拜，较大家再出来继续等。好啊。观世音菩萨。地主林有志，虔诚祈求，求你保庇我，会当逐工拢有石头通做，有钱通赚，赶紧把欠玉玲小姐的钱还我清楚。月妈，我叫玉玲啦，徛伫我边仔这个叫做林有志，你看我和伊是不是足适配？请月妈，你一定暗中给我斗保庇哦，保庇我和阿志有一天会当斗阵啦。车弄出去，哪有摆头前啊？哎，真娘，你敢有发现玉玲小姐敢那对幼稚也特别好呢？敢有？哪会无？你去看卖呢？玉玲小姐偷偷咱只创啥？伊原本是要关心讲幼稚去台北桥甲印头路的代志呢，一听到伊是要甲咱分析说明，伊嘛得要去。伊若毋是要找机会吼，甲幼稚斗阵，哎，人东东一个千金小姐呢，敢会甲咱去赚这种钱？哎，就算讲玉玲小姐真正介幼稚啊。遐毋过问题是幼稚啊，介意手腕的，伊无可能斗阵的啦。伊真歹讲哦，人讲哦，查甫约查某哦是隔一层山啦，查某约查某哦是隔一领衫呢，谁知影伊就是会变心。啊，毋过玉玲小姐遐尔啊介意，人毋是伫遐讲，查甫约查某哦是隔一层山啦，啊若查某约查甫是隔一领衫呢，伊对幼稚遐尔啊好。实在哦。三姐，你头壳偌济？哦，七块就好啦。啊，算贵啦，五块无？啊，你嘛莫安尼，趁食人流汗钱呢，啊不，六块啦，吼，好好。啊，七弟啊，帮阿叔啊，算一下哦。好。